像王娘竟传的这个恁儿跟那陈亚楠的分开来这个视频没看、啊？那我知道。我这今天那个手机出毛病了。近日，大衣哥朱之文儿子儿媳婚变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。尽管儿媳陈亚楠澄清两人并没有离婚，但还是没有网友愿意相信，反而愈演愈烈，传出朱小伟另寻新欢的谣言。大衣哥终于坐不住了，出面回应，他表示最近手机坏了，自己并不知情。儿媳陈亚楠与朱小伟分开的传闻纯属子虚乌有，就算知道自己也不会理会。朱小伟回家也是要考驾照，不过大衣哥其余也没有多说，只能算是回应一部分谣言。对于儿子儿媳有没有离婚却没有正面回应，这不禁让网友们议论纷纷。不过年轻小两口闹点情绪也是正常，大家还是要理智吃瓜。对此你们怎么看？王娘吵翻天了，哎，那王娘还说你还做出回应了呢？王娘还说你还做出回应了呢？啥回应啊？回应这个话题。啥话题啊？就是说你儿子跟你儿媳妇这个。哎，别再瞎说了。